3年前，我去了北京。我去那里练习武术，但我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和普通话。我觉得中国非常漂亮。这些人是我的武术伙伴，他们都是孩子，所以我得是他们的保护人。我们上公共汽车去长城，很多人卖的东西，我对花钱没有兴趣。我们除了去长城以外，还去了天安门广场。在北京，那个孩子住了1个月，所以他们没适应中国的生活。在天安门广场，他们告诉我。我们不舒服，在这不安全。我们的武术教练是中国人，所以他很舒服了。他很困惑。我们到了运动学校的时候，他们就很放松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也是政治和文化中心。有很多名胜古迹，也很多人，有时很令人害怕。